哎，我先录音，那、啊、你还是请家人到场，应该很快吧？好、哦。哎，帅哥，我现在跟你讲说，我是不是有酒测没有酒测？另外一回呢？但是我等一下帮你找手机，我等一下帮你找。不见了。对啦，按依规定，依规定你驾驶在自小客车发生交通事故，我们就要做酒测嘛。哎，还是。现在12:30，你要不要立即做酒测？啊，要做这就做啦。好，来，那你这边酒测，你不要拖时间了。你先找手机。我为什么要找你手机啊？你先酒测啦。你先找手机。我为什么帮你找手机？小姐。你先酒测再说啦。你先酒测，我再帮你找啦。我们现在在执行，公务，没有必要帮你找手机哦。麻烦你配合一点，你这样。开车出车祸就是要实施酒测，哦。我没有出车祸了。那你就酒测嘛。那你就酒测啊。那你先酒测嘛。你先酒测。麻烦你配合。会。麻烦你配合。麻烦你配合实施酒测。学弟，请问谁给你学？谁你学弟啊？谁你学弟啊？麻烦你配合实施酒测。那这边持续吹气哦，叫你停再停哦哈。推哈。啊，一直，嘿，一直吐气，对不对？你深吸有气啊，持续吐气来。好来。来，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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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好，谢谢。我这边酒测值显示是0.68，有宣称有录音录影，小姐你可以自己看一下。你涉嫌违反公共危险罪。那要不要再给我用一次？没有没有，我们酒测只能做一次而已啊。那、啊、我们现场已经实施酒测。老板，老板怎么样？大家可能要请你配合我们到派出所一趟，这样子。派出所要做笔录啊，你要不要？